kedatangan guru yang sangat lihai bahasa Mandarin. Halo, ni ken ta men suo hello. Hello. Ni hao. Kali ini saya mau memperkenalkan diri dalam bahasa Mandarin. 我要自我介绍。我要自我介绍。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温妮。 你几岁啊? 我今年33岁。 你是什么学历啊? 我是高中毕业的。 结婚了没有? 我结婚了。 你有小孩吗? 我有一个小孩。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呀? 我有5个兄弟姐妹。 你排行第几? 我排行第5。 你的身高几公分? 我的身高155公分。 你的体重几公斤? 我的体重58公斤。 你来台湾会做什么? 我会扫地、拖地、洗衣服、烫衣服。 我会煮饭、煮菜。 我会照顾阿公、照顾阿妈。 我会找高丽菜、找花椰菜、找空心菜、找饭。我会煮汤，煮玉米浓汤、排萝卜、排骨汤。你会讲国语吗? 我会讲国语一点点。你会讲英文吗? 我不会讲英文，我会讲英文一点点。乌尼，你为什么要来台湾呀？ 因为我要赚钱，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的孩子。你会不会想家呢？ 我会想家。 你有没有来外国工作啊? 我还没有来外国工作，谢谢你。借我介绍，借我介绍，借我介绍，借我介绍。